跳，兔跳一样啊，滚轮一直滚而已啊。爬绳，爬绳比较快。神大跳啊，原地神大跳，一然后滚轮，然后转视角。 侧身位，那就是 TS 啊，原地滑铲跳啊，侧身位哦，你说我跟他跟这面墙平行的时候。 就是 TS， 然后再加那个滚轮滚两次的概念，你滚第一次 TS， 然后向左，然后再滚一次滚轮，然后蹬墙跳。热度那没差啦，原地滑铲跳。 W 按着 Shift 压着按 C 啊，然后滚轮啊。哎，说真的，我滚轮射跳之后，我很少按空白键。往后滑铲跳，就这样往后跑啊，不是吗？也是 TS 的一种啊。 指法，正墙跳上墙一样概念啊。正墙跳不是一般是长这样，然后你滚轮，我现在滚轮不是向前吗 ？W 吗？滚轮等于 W， 滚轮向后之后再滚一下向前。 对枪的身法，对枪身法其实就身位拿捏吧，然后左右左右啊，左右蹲左右啊。但其实你一管打准一点都没事。